这个家伙叫海马，是地球上唯一雄性繁殖后代的动物啊！嘿嘿，这活啊，我是干不了啊，属实是厉害。这哥们儿不仅可以做药材啊，而且味道是嘎啦好吃，非常的鲜美啊！进来的朋友如果没吃过、没见过的，麻烦给个小红心。喜欢看猪海鲜的，加个关注。抖音。